大家好，宠物粉的姨太又来了。女明星的身材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其实男星也不例外，他们卷起身材来一点都不输。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颜值在线、身材性感的腹肌男神吧。三十弟弟可以说是我们看着长大的，童星出身的他在娱乐圈可是位前辈了。他出演的哪吒两个辫子特别可爱，琅琊榜里的小飞流身手敏捷、呆萌可爱。可是谁能想到，曾经琅琊榜里的那个小飞流已然成长为了一个荷尔蒙爆棚的大男孩了呢？西装裤搭配白衬衣，清爽帅气干练，看起来腿很细很长，好像很瘦的样子，但其实脱了衣服是这样的。到了星汉灿烂，又被他的腹肌炫到了。剧中有一幕是裸上身的疗伤画面，吴磊结实的腹肌很是养眼，让不少网友直呼童星出道的吴磊真的长大了。当女主角陈少商在帮林不疑治疗剑伤时，两人近距离的接触，还有吴磊温柔的眼神，让画面完全充满暧昧感。加上吴磊性感的手臂、腹肌线条，绝对可以列入腹肌名场面之一。据说拍这场戏时，吴磊为了能让身材看起来更好，还特地做了俯卧撑，用弹力带在现场锻炼。最后的效果也非常棒，实打实的八块腹肌几乎全部都是腱子肉，这样的身材才是古装剧中铁铮铮男主该有的样子。其实在星汉灿烂刚开播那段时间里，吴磊受到脱骨的脸颊曾经遭到质疑，称其不符合少将军的英气飒爽和英气逼人。可随着开播剧情的发展，吴磊的好身材终于显现，不管是胸肌腹肌还是肱二头肌都一应俱全，完全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真实写照。在星汉灿烂里还有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男配角，虽然在剧里面也没有几个镜头展示好身材，但是私底下的他们个个腹肌傍身，着实很吸睛。像剧里讨喜且锦鲤附身的三叔父张天阳是个万年配角，也饰演过不少硬汉角色，但是从剧中表现来看，书生气十足的他身材好到让人大吃一惊。而对于他而言，腹肌顶多算标配，他与吴磊一样也拥有一副全身上下皆有肉的好身材。再看剧内地位尊贵的太子汪卓成，看其脸庞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没错，他曾出演过肖战与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在这部新剧中，别看他穿得很厚实，其实也藏着轮廓分明的腹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两位，剧中的袁胜和楼瑶，一个是秀人出身，一个是参加过创造营2019的选手李瑞云，另一个则是同期练习生于承恩。别看他俩一个文质彬彬，一个奶里奶气，实则是腹肌傍身的肌肉猛男，看似弱不禁风，破碎感十足的陈毅也是个隐藏的腹肌男神。古装剧中他总是顶着美强惨的人设，但这样的温润如玉的脸庞下却藏着一副好身材，现代中隐隐可见发达的胸肌，身材好到藏不住。在琉璃这部剧里有一场洗澡的戏份，好身材直接就一览无余了，当时这个镜头让多少粉丝尖叫。陈香如戏，大帅哥依然没有放弃展示身材的机会。到了人间之后，程毅饰演的角色变成了捉妖师唐周。夜晚，唐周正在洗澡，葫芦里的盐蛋想要出来透气，然后喜闻乐见的名场面来了。腹黑的唐周把葫芦放在了他的澡盆子对面，盐蛋刚刚趴到了葫芦口，就看到唐周正在洗澡，被震惊的都结巴了。唐周还有样学样，学起了盐蛋的结巴。话说这也看不到什么呀，都遮得严严实实。这里原本还有一段盐蛋为了面子开始嘚瑟，然后唐周突然从水里站起来，害得他又害羞的剧情。之前的 MV 里还有，到了正片里反而不见了。还好官方发了一段福利，让我们有幸看到了程毅完美的腹肌。可以给我腹肌。王嘉尔的腹肌也必须榜上有名，能把红色真空西装穿得不油腻不俗气，除了脸的原因外，这身肌肉也功不可没。前运动员加 idol 的身份，嘎嘎在身材管理方面把控得很严格，你能感觉到在他身上没有一块肉是多余的。怎么在哪里找这种抹油的工作？
在线等挺急的。名品腹肌还有李钟赫，真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代表。穿上衣服的时候，长腿窄腰会让人误以为是偏瘦弱的身材，直到他脱了衣服。OK， 我有罪，快拿多点腹肌图狠狠砸给我！每一寸肌肉都仿佛精雕细琢般紧实严密，哥哥的腹肌线简直比我的未来规划还要清晰。从脸到身材，他的美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和存在感。李现也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标准示范。看看这棱角分明的八块腹肌，阳刚味十足，实在太有魅力了。这要是没点肌肉身材还真不行。还记得《山河令》里的温客行吗？他是温谷主的时候万人之上，冷血无情，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对周子舒的时候却完全成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小娘子。当时多少人是被一个扇扇子的镜头给帅到了。其实龚俊还曾在剧中扮过丑，在青春校园剧《而你刚好发光》第一集，公交车上来了一个抽风式的鬼脸，这样具有欧美范儿的长相，偶尔中二个性的人竟然也是一个健身达人哦！快数一下几块腹肌。曾经在《与君初相识》中，任嘉伦因为穿了一件假肌肉衣服被骂上热搜。不过穿这个不代表国超就没有胸肌腹肌。在《蓝焰突击》，他饰演的李希成有一场洗澡的戏份，这游澡是真洗啊！看看，不愧是山东人，搓澡搓的是挺狠啊，皮都搓破了估计。红了一大片，剧中李希成还展示过自己的肱二头肌，这身材不错吧？这当然离不开锻炼了，健身房打卡照，妥妥的运动达人。咱就是说，以后别穿肌肉衣了，原生态的够用。长相清秀的肖战，脸和身体可以说是各长各的，在粉丝下圈都喜欢用两句话来形容他，一句是带刺的玫瑰，另一句就是上半身妲己，下半身纣王，还有一句是玫瑰嫁接山药，脸和身体各长各的，谁也不服谁。来几组实力感受一下，这是陈情令。这是王牌部队。难怪肖战以前说自己冬天不喜欢穿秋裤，因为战战自带毛裤。很多品牌方也特别会抓亮点，很多粉丝的心理。尽管肖战日常保守，但是在《王牌部队》中还是暴露了性感身材，让广大粉丝大饱眼福。我是海燕。这样的好身材可不是白来的，无论是排练话剧还是拍戏，只要有时间，肖战就坚持健身，俯卧撑一次能连着做65个。另一个让人意外的是白敬亭，单看脸完全就是奶油小生，可谁能想到这样一张温柔无害的脸下藏着的是肌肉猛男。在小白出道8周年的时候，分享了一组复古胶片风大片，金发搭配白背心造型为他增添了不少热情活力，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的帅气。谁不曾被小白这个撩起衣角擦嘴这一幕看得给流下殷红的鼻血，真的要人命了。这就是明明知道是设计的，还是被这装似不经意的秀给秀了一脸，猝不及防。的这种活力十足的蹦跳中，无意露出的腹肌也非常让人心动，带着荷尔蒙和少年感，谁能抗拒得了？一直以为他是单薄的少年，现在才发现他已经成长为非常有魅力的男人了。武生出身的郑业成身材也很棒，在《诛仙豪》里有一场在水里的戏份。刚才是谁说过，偷看的话就不叫刘玲了？这肌肉直接把女主给看呆了，但是穿上衣服就显得人很清瘦，特别是穿上飞鱼服简直了，果然身材好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杨佑宁在华灯初上也大秀身材，就问你有没有被炫到。彭于晏的身材也是出了名的好，在给电影《邪不胜正》做宣传时，他就公开发过福利。照片中，彭于晏赤裸着上身，好身材一览无余，真的是让 body 粉们过足了眼瘾。镜头前，彭于晏大秀完美身材，腹肌、胸肌、人鱼线，简直不要太撩人。众所周知，彭于晏一直都有健身的好习惯，而为了在电影里呈现更好的自己，更是疯狂健身。好友袁弘在靠了邪不压正后，还直言被彭于晏的身材给迷住了。看来彭于晏这身材不仅圈了一波迷妹，连迷弟也是被撩得不要不要的。期待的
长腿男神又来了，继肖战、胡一天、刘宇宁之后，在大家的强烈召唤下，又一波长腿男神赶赴战场，个顶个的身材比例，个顶个的颜值担当，随便一个都帅到流口水。你准备好迎接视觉暴击了吗？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哦。Number one， 龚俊，他是杀伐决断的鬼谷谷主温客行，他是腰细腿长、嘴硬心软的天下第一可爱之人，他就是能轻松驾驭各种颜色的花蝴蝶龚俊。俊子身材有多好呢？官方身高186，体重140，随便甩一张腹肌照都能涨粉70万。嗨，还是放个视频，大家感受一下吧。肩宽腰细腿长，还是难得的九头身比例，这大长腿屏幕都快装不下了，换上制服简直帅到发光，果然好看的人都上交国家了。从结婚开始恋爱里，他又变成了帅气迷人的林医生，看看这优越的身材比例，别说女主周雨彤了，换谁都顶不住呀。当年让袁如袁纵兄妹沦陷的盛世美颜果然不是盖的。Number two， 张哲瀚，十年硬汉无人问，一招老婆天下知。说完俊子，必须得说说老婆。在《山河令》里，他俩同框是这个样子。身高181的老婆在俊子旁边，有没有小娇妻那味儿？咱单独看看这翘臀细腰大长腿，腰细到古装束腰都要一拉再拉，穿个紧身衣去健身房都能抢占热搜，连老板赵薇都放话，她的身材是圈里的 number one。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说的就是她吧。不仅长得帅，还拥有着模特般的身材比例和细腰长腿，肌肉线条更是无话可说。放张动图，大家感受一下，腹肌闪瞎眼就算了，他还拥有 A4 腰，这身材果然是老婆的绝佳人选。有了好身材，当然要秀一波了，社交平台发福利，拍戏全方位展示。在《半妖倾城》里，就有一场让人血脉喷张的浴缸戏，谁看了不说一句绝？参加中韩梦之队那会儿，看到他的绝美腹肌，主持人都忍不住上手摸了。换上白色球裤的他相当运动，还想进一步感受的可以围观下老婆的写真哦，全是宝藏。别问，问就是夹带私货送福利。不过腿再长的人穿错裤子都会秒变灾难现场，生日会上老婆穿着一条老干部的西裤就出场了，生生把自己搞成了170，连翘臀都自动隐身了，换回西装裤，大长腿完美再现，美到发光，身材比例超绝的老婆，谁看了不说一句我可以呀。 Number three， 时代少年团，有没有被小渣们惊艳到？瞅瞅这大长腿，要知道他们里面最大的才18岁，小的只有15岁，完全就是一群可爱的弟弟呀。尽管年纪小，但不妨碍他们腿长啊。团里的弟弟们差不多都长了180，偷偷说一句，张大大的膝盖踩到他们的小腿，对比图过分真实了。作为队长的马嘉祺虽然不是团里最高的， but 他身材比例好呀，随便上个彩排图，瞅瞅这大长腿也太吸睛了吧。原谅我已经忘记了他的舞蹈动作，再看这段练习生的视频，我惊了，腿外面也太长了吧，足足占了2/3的画面。到了团综，马嘉祺穿着黑色裤子把腿架到了床上，细长到仪态都有点恍惚了，这样的大长腿内心10000个我也想拥有。宋亚轩身高182，持续增长中，腿长110，放在人群中都是耀眼的存在，来自大长腿的威压你感受到没？现在的弟弟不仅是王牌的常驻，据说还加盟了萌探探探案，期待更多精彩瞬间。作为团里的老妖，刘耀文直言14岁身高就183厘米，腿长114厘米，照这么个长法，说不定很快就要突破190了。看看这大长腿，来个名品生图感受一下，我作证绝对没有加长腿特效。曾经有品牌方的工作人员试穿了弟弟的裤子，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工作人员身高177，穿上鞋子45就一下，差不多180，但刘耀文的裤子完全就是可以把它整个装进去的长度。190的模特穿着是这样的，弟弟穿着是这样的，这大长腿真的绝了。看来团里的弟弟们都是宝藏呀，随便拉一个都是妥妥的大长腿，李飞真有你的。Number four， 01，01和徐璐的姐弟恋甜宠剧《良辰美景好时光》都看了没有呀？有没有被这种双向奔赴的爱情甜到呢？磕糖的同时，咱们绝对有必要聊聊帅哥的大长腿。官方身高187，腿长115，随便和哪个女生搭档都男友力爆棚。在他的处女作《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里，和女主同框，满屏写着最萌身高差。这样又高又帅的小清新学长，谁不可以呀？
上快本和孙亚轩同框，弟弟瞬间化身小可爱，都是一八零一家，站在一起，这差距是认真的吗？ Number five， 徐凯，身高185，腿长109，妥妥的模特即视感。和白鹿同台宣传，旁边的白鹿瞬间化身小女人，这该死的和谐感。和大幂幂合作，爱的二八定律，两人也是 CP 感十足。Number six， 林彦俊。红恋出道的小菊也是妥妥的长腿男神，虽然181的身高在圈里不是很拔尖，但他的腿是真的长，不折不扣的西装杀手。工作室的精修图可能不太有参考价值，咱们看看路人镜头下的林彦俊，颜值能打，腿更是细长的不像话，这确定不是直尺吗？怪不得很多粉丝看了都喊话自己不配当女生。Number seven， 毕文君。毕文君也是从大厂里出来的男孩子，虽然很遗憾没有成团出道，但作为乐华妻子 EXIT 的他也依旧在舞台上绽放着耀眼的光芒。身高187，腿长120的毕文君可以说每次出场都自带 BGM， 这一步迈出去得顶正常人两三步了吧。不过腿长也有不方便的时候，比如不可避免的长裤太短的尴尬，一坐下秒变七分裤。不过这位斯曼男的完美比例放在哪儿都是闪瞎眼的存在。Number eight， 彭冠英，顶着彭漂亮的名号在圈中打拼了10年，彭冠英终于爆了。阳光之下播出期间，艾玛我要被风箱声绅士姐给猎了的话题刷爆。彭冠英官方身高189，但姨太觉得这个数据绝对掺假了，他少说也得有192，随便一张合照都是巨人的存在，和张含韵同框，这身高差真的萌我一脸。可能感觉上彭冠英是身高占了些优势，但她的腿是真的长，粉丝还特意做了表情包表白她的大长腿，瞅瞅这腿长的也太可怕了吧。 Number nine， 莉露修，明选顶流莉莉又出来营业啦，不过这撩头发的造型是要闹哪样啊？难不成莉老师心里藏着一个女团梦？不过她还散步的习惯倒是没变，从创次下班后，莉老师的全国巡走一直在路上，随便一张路拍那细长的小腿都非常强劲，又不会一个隐藏的腿劲。 Number ten， 刘昊然，95后小鲜肉刘昊然在《妖猫传》和《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完全就是邻家弟弟的即视感。身高185的他拥有完美的九头身比例，五分短裤下长腿优势明显，腿又长又直还很纤细，一双小鸟腿看着比女生还要绝。最让姨太没想到的是，浩然弟弟竟然和萨老师比腿长，虽然弟弟1米85的大长腿赢了，但萨老师强行挽尊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整段垮掉。男人之间的较量笑点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Number 11， 身高184的邓伦也是妥妥的大长腿一枚，先来一张俯拍图。没想到吧，死亡视角下腿长优势都能这么明显。可是无法直视真的是因为俯拍吗？当然不是，你品你细品，难道不是因为这腿实在是太长了吗？不信你看下面这些，正拍、俯拍、怼脸拍、仰拍都很绝，我酸了。嗨，没办法，谁让人家五官优越，身材比例好呢？ Number 12， 胡歌，老胡这双腿之前一直在热搜上挂着，主要是因为又细又长，常常因为重心不稳总是摔跤，随便走两步都气场全开，这才是男神该有的样子呀。除了以上几位，彭于晏、陈伟霆、李现、邢昭林都是妥妥的大长腿，真是不盘不知道，一盘吓一跳，圈里的长腿男神竟然这么多。不说了不说了，姨太已经酸成柠檬精了，静静看他们秀就好了。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就请多点和关注 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